这样反射，还有一个攻击一阵加上一个幸运草。不是讲了吗？我上期讲了漩涡。他连相框都有欸，真的好猛！明天很爆弹，爆弹呢，在路上召唤进行攻击的导弹，有时把狙击手爆弹发射出伤害造成。他其实也有觉醒技能的。那跟你们讲啊，哈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了，所以我们然后就给你们看一下聊天室啊。哦，因为现在一场可能有点快啊，除非我打输了吧。好，这有龙台、桃林阁、诸葛。啊，最开始欸，把彩虹静静静静静的在你。会不会也是？不会赢啊！看一下，他这个还有打击声音啊！啊，感觉我会输。真的假的？好啦，我赢啦。那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到这里哦。其实这些还蛮简单的啦，就是一个 QQ，手游啦吼。啊，他这边应该是守不起来了。哦，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。